离不开床，可以十天不洗头，非常懒的一个人，最长一次没有洗头，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哎，天哪，这太可怕了，我稍微往少了说好吗？我的孙权在那边瞪我，哎呀，没有，这一周，我非常非常懒。的一个人，哇，面膜啊什么都不敷的，对啊，有时候妆也不卸，睡着了，很多天不洗澡，我也可以，比如说我有三天，我可以三天不洗脸，可以十天不洗头，十天不洗头，真有累的。他有什么地方你不想跟他交换吗？不爱洗头、洗澡跟洗脚。我只要休息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披头散发在家，基本上离不开床，然后靠外卖为生，就基本上也不梳头不洗脸，就觉得很自在。千万不要相信女人，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